Hello，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到了我们悠悠 Story 听故事的时间。今天这一本书不仅要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听，今天这本书也是要送给爸爸妈妈一起来听。今天要来分享 Your Day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10 Questions to Make Your Day Shine A Young Man 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让日子熠熠生辉的十个大灾问青年篇你现在正在微笑吗请试着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留意你是否正在微笑你的笑脸能照亮你自己与周遭人的心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从旅人那里学到了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日子熠熠生辉的十个大灾问他发现啊活着并且对人生有所期盼是如此的美好于是他很自然地流露出欣喜的微笑谁是你在乎的人你的家人恋人朋友以及照顾你的人哪些人的脸庞最先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呢请别忘了那些现在关心你的人以及曾经关心你的人某个秋日年轻人工作完之后来到葡萄园因为他决定与女友共度一生你能为你在乎的人做些什么保持微笑维持健康关心对方的感受仔细聆听对方所说的话表达你真诚的意见传达感激之意保有宽容之心你有很多事可以做年轻人告诉因生病而住院的母亲他想娶女孩为妻当他母亲看到这对年轻恋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脸他觉得很幸福你能为人类与社会做些什么保持平静笑脸迎人举止得宜有礼貌有同理心说话诚恳实在谦虚为怀不忘感谢之心恪尽职守尊重自然为众人的幸福与世界和平而祝祷最重要的是请不要忘了你自身就是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的一部分包括你的言行举止以及你的存在这对年轻恋人仔细留意母亲住院的这栋医院建筑发现这间医院非常破旧他们心想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呢你能依随良心而行事吗在一天的生活中你会经历各种场面请仔细聆听你心中真诚的声音并且依据你的良心行事凭借你自己的意志努力过好今天这一天做一些能丰富你人生的事情这对恋人和医院里的老医师谈过开始为医院修缮而募资这是一件小事吗不，他们两人的愿望开始在许多人的心里扩散。你是否认真看待你内心的声音？同一件事的含义会因为情况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诠释。试着以最纯净的心思想想什么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你会从中发现宝贵的一刻。某天，年轻人注意到一件事老医师总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患老医师虽然没有钱财但他的人生却很丰富这时年轻人想我想要像这名老医师一样我也要成为一名医师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帮忙这位老医师了你能发自内心说谢谢吗发自内心说谢谢吧如此不仅是对方就连说谢谢的你心情绝对会变得很愉快怀着感谢之心说出谢谢这是会产生幸福的词汇年轻人白天在工厂努力工作晚上则为了成为医师而用功到深夜休假日还要帮忙募资并且开始和答应帮忙的人一起进行修缮医院的工作幸运的是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说谢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温和的人单纯的人总是面带微笑的人不说谎的人诚实的人亲切的人体贴的人
值得信赖的人，品格高尚的人，有德行的人，这就是你的生活态度。在妻子的支持下，年轻人继续苦读，终于成为医师。多年后，老医师将医院托付给年轻人，因为他知道年轻人会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患。你如何度过你的一天？你可以努力过好每一天，靠着自己的意志认真过日子，从你身旁开始，慢慢改变世界。就让我们怀着希望与勇气，以热切、开朗、清新的心情度过今天吧。人的一生有快乐幸福的时刻，也有沉重悲伤的时刻。人生意味着一个人会经历各种经验，然而不论在什么时刻，年轻人总是努力过好每一天，于是所有的日子加总起来就成为他的丰富人生。你现在正在微笑吗？祈愿你每天的生活中充满微笑，祈愿你的人生借由你的意志成为绽放笑颜的美丽人生。重视每一个今天，努力把日子过好，就像旅人所预言，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年轻人从自己开始，从他的周遭开始，慢慢实现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的人生里有许多笑颜，你瞧，今天他也是充满微笑，因为他的女儿如今也成为一名医师，正帮忙他看诊呢。当他看诊的时候，他和病患分享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的想法，以及让日子熠熠生辉的十个大哉问。当然，患者的药单上也印着十个大哉问哦，因为这也是可以丰富人生并且改善世界的处方签啊。大朋友小朋友，我要邀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早晨睡醒的时候，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晚上就寝之前，只要你可以，就请这么做。请默默地问自己，还有跟孩子一起讨论，让你今天熠熠生辉的十个大哉问，就算只在心里思考其中一个问题，一定也会让你的这一天有些微的改变。因此，如果你觉得这个想法真好，请把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这个概念传出去。如此一来，你和你的周遭开始，世界就会变得加倍美好。你现在正在微笑吗？谁是你在乎的人？你能为你在乎的人做些什么？你能为人类与社会做些什么？你能依随良心而行事吗？你是否认真看待你内心的声音？你能发自内心说谢谢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如何度过你的一天？你现在正在微笑吗？他还有附赠一个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的十个大哉问小卡。Hello， 大朋友小朋友，我真的非常爱这本书，所以呢，今天我要把这本书送出去给你。谁可以得到这本书呢？你把所有的十个大哉问，青年版的跟旅人版的，你们都讨论完毕了，请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你的一天足以改变世界，完成任务。好，我就会知道你已经完成了跟爸爸妈妈跟你自己的孩子一起讨论十个大哉问，不管是青年篇的还是旅人篇的，我就要来抽出幸运的大朋友小朋友，我要送出一本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就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一本哦，送给你们的哦。